大家好。对对，对汉，哎，对汉美，对汉。哎，声音好大嘛，粉丝现在都陆续进来了，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直播。Hello， 抖音的亲人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庆余年》第二季《欣喜重逢》抖音直播间，你的庆来了。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庆余年》第二季还有三小时就要开播啦！哦，哇，这甩没完了，哇，挺大，彩色面条，哎，炒面。我们马上到我们的第一个环节，老师，我们往地上丢一丢。好，真的不。首先我们要感谢亲人们一直以来的等待，然后先从我们的小范蛋开始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师傅吃九月宽还是二细啊？就牛肉面。然后是金老师。哎，你就是打的。哎，大家好，我是张若昀。亲人们好，然后我是范闲。嗯，你好。也是谁都知道。Hello， 大家好，我拉个面就完了。我是林婉儿。然后吴刚。哎，大家好，我是吴刚。陈平平。哎，哎呦，吓一跳！哎，来我。哎，好，那个大家好啊，我是演员田宇，王启年。大家好，我是演员高曙光，饰演范建。大家好，我是赵柯，柳如玉，最护短的那个姨娘。好，说完了。咱们老师们的每一段介绍呢，也包含了很多我们第一季的人物标签啊。然后，虽然今天我们跟各位亲人们是隔着屏幕的，但是我们也从弹幕中感受到大家的热情。再次感谢我们亲人们的期待与喜爱，所以我们在这里搜集了一些网友们最想问的一些问题，我们一起来唠一唠。然后，第一个问题是对全员提的。就是大家都说再不播《庆余年》第二季，《庆余年》第一季就都忘了。每个人说一个《庆余年》第一季里面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帮大家回忆一下吧。首先是张瑞老师。今天那个因为也特别的高兴，我们首播的这一天来到了西安，然后今年的春晚的分会场让我又梦回了《庆余年》一，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啊，那个就是咱们是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那场戏，对吧？朝着那个他的场面背诗，对，然后就很高兴能在这样的一个历史底蕴非常丰厚的城市，然后迎来咱们庆二的重逢，然后也希望大家回顾一下庆一。好，谢谢李庆老师。我觉得就是出狱这场戏应该算是第一季里面的名场面，大家也是深深的记住了拿鸡腿的林婉儿，今天也拿了一个可爱的大版的鸡腿。对，这是一个可爱的鸡腿。对，也感谢大家给我鸡腿姑娘和叫我就是鸡腿姐姐这个称号。好，然后是我们吴刚老师。第一季真的是时隔太久了哈，五年多了，给大家等得挺辛苦的。现在回想起来，第一季其实第一季平平前几集没有什么戏，好像有一个，我记得好像有一个闪回吧，后来就等了有七八集戏，好像都没有，终于出现了，是这个，哎，谁要去监察院要去抢司礼礼是吧？我完之后我带着黑旗就来了。二阳演的那个是吧？是那个吗？不是吧？到那之后三言两语，就给他给拍那儿了。我这么一看，那时候带着黑旗一来，还真平平还真厉害，真厉害呀！好，哎呀，厉害！谢谢啊，谢谢！此刻有掌声。谢谢家人。然后田宇老师。第一季王启年的名场面，比如开始卖地图啊，卖红楼啊，然后这个你不说你那个著名的表情包吗？哪个表情包？是用小狗做的那个，说嗨啊，那大人真是爱启年如子啊。对，对，然后还有飞檐走壁啊，这个跑得比较快啊，还有被老婆打，出门还得鞠躬哈。然后好像还挺多的哈，大家慢慢讲吧。完了让那个靠山说。好，其实这个第一季也有很多的好玩的好看的戏啊，但是我呢就今天说一场戏，就是我们家庭那个聚会吃饭，范闲第一次在我们家里边，
哎呀，那个温馨啊，那个带有杀气的温馨啊，特别好。我觉得每个演员的那个意思都出来了，包括范思哲那个最后那个啊，啥那个啥，我觉得特别好玩，又温馨啊，又给力。我们庆人魅族在说很好。哦，是吗？我确实也很喜欢那场戏，因为一开始嘛，我都还是很有点坏的那个后妈的那个感觉的意思，到那场戏一下人就刷下来了，然后就开始不是我了，然后就开始互怼了，什么这是我们范家的规矩啊，什么什么打个人不算什么呀，都来。但我还是特别喜欢那个老娘乐意，这个对，嗯，最爱，太经典了。然后在弹幕们都说都已经让他们等得太久了嘛，那么在等待《庆余年》第二季的五年时间里面，有的人从高中等到了大学毕业，有的人从初入社会等到了事业有成，然后各位是怎么看待演员与剧粉们这种充满爱意的双向奔赴的呢？然后以及各位有没有想对所有喜欢《庆余年》的观众想说的话？嗯，我们还是张瑞老师先来，主动一点，想说的有很多，因为也是第一次以一个角色的身份跟大家告别，五年又重逢，然后这认真的回答这个问题的话，确实有太多的话说不完了，所以我们这次又准备了一个在第二季完结时刻的小彩蛋，然后我觉得能把这五年跟观众的这种双向奔赴的这种互动和情感尽力的做了一次比较情绪化的表达吧，嗯，大家期待一下。鼓掌。首先感谢大家对于我们《庆余年》的喜爱，也非常的感动，所以我们又回来了。嗯，我们真诚满满带着这样一部充满诚意的作品又回来了，吉时已到，准备开笑。哦，又说了准备开箱呢。哎呀，等了五年真不容易，真不容易啊！就跟我这个拿到这个第二季的剧本啊，那个心情啊，跟庆人们等待今天7:30开播的心情是一样的。开播之后，我也会催咱们这个王倦老师啊，你们在弹幕上啊也都提一提，点点王倦啊，我估计这会儿王倦正打喷嚏呢。嗯，庆、嗯、余老师啊，那个首先得感谢哈，感谢大家喜欢《庆余年》，然后喜欢《庆余年》里面的每一个角色，然后其实这五年呢，我们也在等，就像刚才刚哥说的似的，我们也在等第二季的剧本。主要是卷大的有点慢哈，然后那个另外其实我们也看到那个观众朋友们做的小各种小视频啊，包括你们的弹幕啊，其实第一季我们所谓的双向奔赴，其实你们也在帮我们塑造每一个人物，甚至帮我们提炼出了每一个人物更精彩的东西，然后其实我想这五年我们不断的积累观众的意见，其实也通过小视频，通过各种各样的那个媒体，然后也看到观众的喜爱是哪一方面这个人物。其实第二季的创作人物的过程当中，其实或多或少也受到了大家的影响。那么其实也是我们的双向奔赴，你们影响了《庆余年》。那么就希望第二季播出之后，大家依然我们保持这样非常这个通畅的这么一种交流，大家互相的一种积极的交流，然后我们把第三季做得更好，好不好？鼓掌！哎，有点没完了啊！我说完了，我说完了，时光哥是，嗯，哎呀，感动，感恩啊！观众们是这五年来日子不好过，是不是老想等着这个第二季嘛？其实我们演员也是这样。你像观众朋友们，有的从小学到高中到中学了，是吧？是吧？我们也一样啊。我们你比如说，我当时还正年轻、风华正茂呢，你到这个第二季，你成这样了。但是呢，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外在的变化，但我们的心依然爱《庆余年》。哎，说得好，鼓掌。其
实我跟大家是一样的，我是特别忠实的庆粉儿。哎呀，不行了，我也等，对，等了五年呀，但我等的我老娘乐意等。哎呀，这等的我现在，对，等的我现在又激动又忐忑。我跟大家一起看，我没积极陪大家一起看，一定会都做到。继续等第三集。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给网友们一起送个福利。众所周知，网友们等《庆余年》第二季等了五年，等得肝肠寸断。那么主演团们想怎么弥补网友们五年的等待之苦呢？我们就准备一个小小的手势舞送给大家吧。陈陈，你们手势舞看不见路啊。大家可以先学这个陈院长是一学就会对、代表了这是人家陈院长这四个人比心代表了啊，那就中间的人比心啊，两边的人那个这样你们俩就一只手来凑合来吧，对吧，我们这样啊，我们这样啊，对对对对对，中间是这样啊，可以吗？对，这样，你们两边这样啊，我们中间，最后洛夫是这样，洛夫这样，洛夫最后定格是这样，好吧？前面是怎么样？前面是前面是怎么样？前面是怎么样？对，对，你也放的近，放再靠近那个什么，靠近我们摄像头，看不见，对，大概齐看一下，早就戴个眼镜了，哎呀。多，咱不跟他，我们自己玩吧。对。哦。行吗？可以，太好了，看的就是跟你学的，我这特别好。然后，谢谢鼓励。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先感谢各位主演们给新人带来的这个精彩的手势舞。然后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关斗的视频下有很多有趣的评论，然后我们整理了一些高赞的评论，来问一下各位主演们。然后第一个问题是，哎，你手挡镜头了，手挡镜头了，对对对，第一个问题是给范闲的，就是第二季的范闲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有哪些成长呢？我觉得范闲首先呢，他从第一季他意识到了自己其实是一些人的棋子，然后第二季的时候他不满足于这种安排，想把自己变成一个棋手。嗯，哎，这时候你该拍不拍？干什么？对呀，啊，第二个问题，如果爸爸团吵架分家，范闲会跟谁？爸爸团吵架。哎，跟谁呀，啊，我天，这太难了，谁赢了跟谁。哎呀真的，咱也说打成一团啊，庆帝不在，谁还敢提分家，找死呢。好，然后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给林婉儿的，可以用几个词描述一下第二季林婉儿的特点吗？第二季我觉得还是延续了第一季婉儿的这种温婉贤惠端庄温柔，然后第二季林婉儿也会有一些成长，最重要的是她有一些技能的展现，她有一个很厉害的技能。好的，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婉儿的，就是开预告，大家都知道婉儿在范家也推上牌九了，很好奇婉儿到底有没有赢到钱呢？哦，这个就是我说的新技能，有没有赢到钱，反正就是看我如何拿捏范思哲。通过牌九，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拿捏范思哲的。很厉害。然后接下来是对陈平弟的，陈平弟的黑棋。谢谢谢谢谢谢。说完了。陈平弟的黑棋啊，完了。第二期黑棋还会出现吗？黑棋当然出现了，鼓掌。然后平平院长有那个健身环这个片段，然后想问吴刚老师算是片场里面的健身教练担当吗？鼓掌鼓掌。有没有健身心得可以分享？观众一定得一帧一帧的看啊。平平呢是带身不是带心健身，嘿，
舌头怎么不大利落了？来鼓掌。我以为要说平平是带身卖艺，那就很难唱出这个意思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对王启年的，网友都说王启年是取名鬼才，您怎么看？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因为你的女儿的名字很有霸气。哦，对对，因为我女儿叫王爸哈、啊，然后小名爸爸啊，就是我们家爸爸。其实大家对那个，我不知道对中国的玉文化了解不了解哈、啊？其实，在汉代有一方印啊，那个印章上刻的就是王爸，就是当年汉代曾经有一个人，他就叫做王爸啊，这是真有其人的，实际上特别好。嗯嗯。啊，第二个问题。是问我们范建老师，范建属于爸爸团的慈父代表，第二季慈父形象还会延续吗？哎呦，我跟你说啊，这第二季里边这三个子女啊，都长大了，有进步了。我跟你说，这个范建这老爹他也长进了，会有很多的变化，是我喜欢的那种变化。我希望到时候播出以后，观众们也喜欢这个老爹啊。喜欢，哎，鼓掌。我们柳姨娘的，柳姨娘第一季大家都评价很是可爱，那么第二季有没有很可爱的事件跟大家分享一下呢？我这我各个地方都可爱呀，哪有不可爱？第二季从头可爱到尾，是吧？我觉得是。从头哭到尾。啊？哭到尾吗？没有，我很善良，很温柔。来，鼓掌。我们不光是戏里有趣，我们戏外呢也有一些比较有趣的视频嘛，然后评论区也出了一些神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然后今天我们也精选了一些评论，大家可以一起看一下。这个是说这个婉儿的，有一个向阳花说李沁就差掉阳光了。掉阳光了这什么意思？对呀、这个就是上一次我们在第一次路演的时候就拍了一个视频，然后我在中间劝架，然后结果就像那个太阳花一样，就是表面内心就是可能就是才是自己在那儿美呢，然后脚根本就不动，所以大家就说我是太阳花。这个是植物大战僵尸里边的是吧？对，给大家透露一下，刚才我们群里边小冉姐说昨天晚上很晚才睡，我怎么了？但是打游戏或者打什么呢？打植物大战僵尸。你们俩不愧是母女。哎，这条是劝诫院长的，嗯，这个应该是个健身达人啊，说平平这么练不行啊，会有斜方肌的啊，斜方肌，哎，真的，你别说你这个练的太，这是这个在上海路演的时候啊，这个有人给我送了一个这个健身的这个器械，就是啊。掌声啊，对，就那个拉绳是吧？不是拉绳，是哑铃，哎，完了。我呢就在我就在现场呢做了几下，不是这个网友还说呀，说我斜，说这样练姿势不标准，斜方肌，斜方肌是哪块？有人还专门去练吗？就最后脖子没了是吧？我肯定练不了那样，你知道什么吗？因为这个监察院里边有很多的大内高手，我练完之后肯定他有人给我揉啊。你不能练成这样了，对，按摩处，对，按摩处，检查一下按摩。对，我像我知道有一款王启年按摩仪非常好用。对，调位置，我的。那下一条就是我们王大人的，自己选一个吧。这是什么？不是，我看就是关于你的评论。说咱俩是在幼儿园玩泥巴吗？啊，还有说很喜欢王启年的精神状态，不为位高权重，钱到位就办事儿。其实他也不是钱到位就办事儿吧，也干了好多那个就不挣钱的事儿。主要第一季的时候有一个名梗，就是关于王启年的能力的，只要钱到位，四大宗师全干废。对他这个图实际上是我们电回到京都之后又翻回去啊，我们俩互相在往脸上那个糊泥巴，是这个，来鼓掌，糊泥巴，哎，这个好像这晚上就能看到，对，这个花絮已经出来了，对，花絮出来就很打动人，是关于范爹的，这什么？
说二刷这个《庆余年》第一季，重新被范建的爱子之心感动啊。下边评论是说，嗯，那个您不是在花絮里说我儿子呢吗？嗯，下边评论说您儿子在第二季呢。哦，也挺可爱的，挺可爱的。我觉得这个范建啊，没多大事儿，什么户部不管事儿，他主要管这个家，把这个三个孩子给弄好了啊，自己无所谓。所以这父亲还真是他们评论的叫慈祥的父亲，慈父是吧？嗯，我认同的，嗯，我也这么演的啊。嗯，鼓掌，鼓掌。下面这条是姨娘的啊。姨娘呢有很多条，姨娘自己看最喜欢哪条啊？这么多条，哎呀，我们说我风韵犹存，说我疯了，说我护犊子护短儿，我也喜欢，我就是护犊子，这几个全我宝贝儿，每一个都太好了，太优秀了。哎呀，我们范家的规矩就是护短，没错，对，老娘乐意，老娘乐意。然后这最后一条是我自己的啊，就我的最简短，就我就一条，给我吐一个，您稍等，我给您一个吐签哈，那吐谁呢？吐这个留下这留言的粉丝叫做坐等庆余年二，谢谢你的等待，我们今晚。谢谢你的等待，我们今晚19:30不见不散。OK。好，接下来呢，我打点儿。我们的一个游戏环节，在这个游戏环节是一个默契大挑战，看我们哪一组最有默契。咱们就直接分成两组。收一下 ，Hello 。我们分成两组，然后前面的三位是一组，然后后面的三位老师是一组。我们不怕有王启言就不怕了。规则是在一定的时间内，如果同时睁眼，然后对视了，谁笑了谁就输了。然后没有人睁眼或者没有人笑，就全员做惩罚。没听懂，没听懂。这是抖音之前很火的一个那个睁眼游戏，睁眼闭眼，就同时我们喊开始之后，大家可以闭眼，然后你在你自己喜欢的时间点睁眼。如果这个时候你跟别人对视了，那你就要憋笑，如果你不小心笑出来了，你就输了。可以笑睁眼，我们不对称，可是我们人不对称啊。对，这也没法弄啊。对啊，就等于是那个田雨等于是两边儿，对，两边来这样，好，来吧。嗯，那我们先魏文老师这组先开始闭眼了。这是怎么？就是我们仨先开始，我们仨闭眼，对，我们就闭眼睁眼，先闭眼，然后我说开始之后，你们就自己喜欢的时机睁眼。如果有两个人撞了的话，就说，然后你们两个就要逗对方笑，就是不能笑。就怎么样才能是笑出声呢？就是嘴角动了啊，不能嘴角动，对，嘴角上扬了就输了。好，来，先全闭眼，捂嘴啊，学习，你演你的，3、2、1，开始。好，我们已经输掉了，全员睁眼了。没，全员睁眼都算输。全员睁眼，你们三个人都同时睁眼了。我们整个就还没比呢，就已经输了。啊，对，因为他们刚刚憋笑的时候没有决出胜负，然后你睁眼了，然后三个人就都睁眼了。啊，然后我们一会儿就要惩罚了，然后我们先啊。好，老师先闭眼。我们仨是吧？对，没啊，不是，我在后面这么着，我就不睁眼，咱就不会输了。哦，不睁眼，你们俩看你们俩。全员闭眼就算输。啊，睁一只闭一只啊，哎，就是，哎，来吧，啊，全员先闭眼，3、2、1，开始。这不都蒸了吗？闭着呢，都蒸了算怎么样？都蒸了算什么呀？也算输吗？笑了。输了，我那不是戏，笑啊！我们小范大人说你输了，输了。来，接下来我们那个惩罚就是我们跳舞，范建老师和
以下三位范闲跟林婉儿和我们的陈平平陈院长四个人算输，然后我们有一个惩罚。赢了有什么奖励吗？内容是我们要带上抖音的一个夸张的特效，然后给大家拍一条抖音，就是搞笑的特效在脸上。现在吗？扮丑吗？不是，你演一遍给我们看看。我演不了，因为这个是抖音的特效。好，抖音是会变丑吗？还是变然后什么内容呢？然后赢了的有什么奖励吗？就是古装，古装可以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好玩，还好还好，哇，好帅呀！哎呀妈，这娘们好帅呀！然后要干嘛？然后要拍抖音，然后要把每一个输掉的人都拍进去就可以了。哦，就现在已经开始录了，对吧？就不用说什么，对吧？我已经录了。那你就可以了，可以了哈，可以。你要把每一个哎，你说这挺可爱的。哎呦，我就每个人都想尝试一下。你娘也来一下。这已经到时间了，到时间了。对对对，哦。先存下来，先存下来，先存下来，先存下来。但是我觉得这个对婉儿没有意义，因为给婉儿加这个特效还不如，没错，对婉儿本人没有任何意义。对，你用的这个保存了，下一个你再给婉儿选一个，好，选一个，快给老师们选一个，选一个五大三粗的，对，胡子的，对，这也好玩啊。这也挺好玩，哎，这挺好玩，这特好，大可爱，哪个？这个大可爱哦，这有好多不同的。哎，这挺好，这行吗？这挺好的。我想要一借一下这个，来，来，这还叫小可爱。我也来。小可爱，这个玩的挺好。来，这一个，来一个。哎，掉掉掉掉，这个特别好。那这个惩罚的视频呢？然后日后我们会公布在我们的官抖上，然后大家可以到时候来关注我们《庆余年》第二季的官抖。哎、然后到了最后的环节了，然后怎么？我看了一下弹幕，还有人问《庆余年》第二季什么时候播？哎呦，怎么回事呢？再有两个多小时，我们《庆余年》第二季就开播了。那么最后再邀请六位主演，每人再用一句话来安利大家看《庆余年》第二季吧。首先是我们的小范大人。啊，庆余年二终于来了，从此大家记住今天是张无忌的忌日啊，然后张无忌以后就不存在了，然后希望大家今天晚上10:30准时在腾讯视频守候庆余年二开播，同时提高自己的网速，谢谢。好，鼓掌。今天晚上7:30在 CCTV 8还有腾讯视频来看我们庆余年二，全程高能，笑料不断，大家一定要来看。好，陈院长。腾讯视频、央视八套，《庆余年二》来啦！来了，给力！哦，对。王大人。我再说一遍啊，中央八套还有腾讯视频，今天晚上啊，七点半啊，《庆余年》第二季开始，鼓掌。亲人们。咱们不见不散，今天晚上7:30，腾讯视频中央八套，鼓掌啊！各位王子公主小宝们，请上庆余年二的车吧，我们不见不散。哦，一会儿。那感谢各位亲人们的相伴，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啦。好，拜拜，7:30见，7:30见。